挫折，便退失道心，毋是少数，是真多。就是念佛的人，念三年五年啊，无爱念啊，毋是改修其他的法门，便是呢，无爱学佛啊，无爱念佛啊，无要西方极乐世界。勤劳劳实实，将心思安住伫六字诀号，一生专念不退不失的人，也真不多见啊！请将生死大事照这六字方面彻底了办的人，也真不多见。也许作为四众佛祖，你招召的人真侪，这种的人嘛不一定啊。但是十九年来信愿所看的事实是如此啊。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毕竟成佛，看起来是正业的行者，真普遍的心愿啊。但是在教界，有真侪人并不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求人天成佛的人嘛真侪呢，甚至有的人无要念佛啦。希望这一生会当过了幸福美满就可以啊。希望现在当下大富大贵就可以啊。希望一生平安顺遂就可以啊。甚至有求来生出世做好业人的囝，求人天的福报啊。真正想要解脱生死，往生成佛，发菩提心，上求下化的，是真多啊。那么问问自己，是什么款的心态学佛？面对阿弥陀佛的圣像，老实讲出自己的心声，那你就知道说，原来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讲讲的是真简单啊，但是要如实履行是真困难啊。发菩提心如风中毛，是草上露，草啊冠顶的露水啊，只要日头一个出来啊，马上就消失了。凡夫未堪的考验，就退失道心啊。有念佛的人，竟然的改信一贯道，改信法轮功，改信基督教，改信天主教。信愿会讲这些事实，是因为我亲眼所见啊，亲身所经历啊。那么为什么念到这句佛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一大宗教的无上妙法，竟然也会无爱念，无要西方极乐世界，改信外道，这是令人纳闷啊！不了解名号可以使咱成佛的道理，无深入名号阿弥陀佛的愿心之中。知影佛的大慈大悲，无体会、无感受、无了解，当然风言促境遇到障缘，便退失道心。清鸾大师所言：自力性德菩提心，一心一言不可及，常不流转之凡夫，如何令令得法起？清鸾大师这首以上的开始，是伫咧说明，凡夫要以圣道门教法啊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断除烦恼，证悟菩提，是真无容易。每一个受持，不管在界，亦菩萨界佛弟子，拢是经历着发四弘誓愿，忏悔业障，正受立德界。四弘誓愿是菩萨
上求下化通愿，四方誓愿的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是每一个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一定爱发的誓愿，这是通愿，要别愿。可是将四方誓愿读一遍，非常简单啊！要真正做到啊，都不容易咯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度众生，那无大慈悲、大神通、大道力、大智慧，谈何容易啊！自己不能度，利人度他，无有是处啊！自己这个众生烦恼度尽了吗？烦恼无尽誓愿度，如果连自己的烦恼都无法度度脱，要如何度脱所有一切众生的烦恼呢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世尊一代施教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时代的凡夫众生，如果可以一宗一派一教一法深入研究融会贯通，那真不容易咯，何况无量的法门呢？所以在因地要求各地凡夫要如何圆满菩提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仰仗阿弥陀的慈悲愿力，是上简单、上稳当、上容易、简单直接容易的法门。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因为断烦恼证菩提是非常困难的修行，咱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修戒、调三、拜忏、奉行、布施、修诸六道万行，有法度将咱的烦恼、佛珠断掉吗？若有，当然是了不起，大家赞叹啊！但不能，要如何解脱生死？所以依靠自力的修行，当然就无运动；依靠他力的修行，当然的千运万动。如此行者为往生不定心，不安自临终，其心无决定故，靠随想清明心意往生处，处即是自力念佛，将心安住伫自力的修行，即就是往生不定之心。内心的不安，一直个将来在临命中亲眼目睹阿弥陀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才会安心。知影，原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现前的接引是事实啊！这个心才会决定。平常时，因为凡夫众眼不能亲眼目睹到佛的真心妙相，所以其心对往生不定，内心对往生这件事无决定性，所以内心不安，一直到临终。虽然呢，口业经常称念南无阿弥陀，但内心怀疑往生一事，这样就是自力念佛的人。那作为有智慧的诸上佛祖，你要这样的心念佛到将来临终吗？如果若无爱，现在念佛求求你的安心，南无阿弥陀的本愿妙法就是你的安心之道。时间的关系，他力念佛这段，咱后回再来探讨。就注意四种佛祖同生成就念佛成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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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诸善长老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仔日心愿阁继续向诸位报告本愿问答。顶回咱探讨到第七个问答，
问本愿念佛一同道念佛有何意义啊？在答之中啊，有以自力念佛甲他力念佛来论凡夫念佛的心境啊。顶回咱探讨完第一部分自力念佛，今仔日咱对第二部分他力念佛接落去看。你他力念佛者，不含一口称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自十劫正觉之刹那，即已成立于五顶南无归命之机。如此发起信心为之念佛。这段话是将念佛两字的意思啊，解说了非常的好。念佛在咱的认知之中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。可是念佛有真深的意义。念佛的名号是念佛，念佛的慈悲也是念佛，念佛的功德也是念佛，念佛的相好也是念佛，念佛的功名也是念佛，念佛的愿力也是念佛。当然净土宗是以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本，所以咱将念佛拢是有限伫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方面。但是念佛的意义非常的广阔深远，不只是限伫个口称六字方面而已。即咱念佛的人一定要明白，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自十劫正觉之刹那，即已成立在五顶南无归命之机。这段话讲了非常好。六字方面是有万身万行的总功德，是法藏果佛修诸六道万行圆满成就。法藏果佛以清净心、慈悲心、智慧心、平等心、清净起修，专修在性，对真如本性流露的修行，所修的行，无论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法界，拢是无为的功德、无漏的功德、无上的功德、真实的功德。所以由六道万行点点滴滴功德所成就的六字果号，叫做万德方便。万德方便是法藏菩萨为你我生死的凡夫所起修的。讲到这他力的本源道理啊，真侪人呢疑心真重，无法度接受到这种的道理啊。对人来讲，那修行都家己修就好啊，那得佛菩萨替咱修啊。其实咱若要了解这道理，对环境来推论法境，并可以啊明白接受，疑心自然消除。对环境如何来推论法境呢？就是对环境来体会父母的爱心啊，并可以来推论阿弥陀对咱慈悲心。环境的爱心上会当予大家体会，就是父母对咱的教育、养育，对咱的牺牲奉献，对咱的付出，对咱的照顾，咱予父母甲咱生育落来，父母真自然迄份天伦的爱心、至诚爱心，就对咱处处呵护、处处疼爱。咱有任何的身故病痛，父母呢一定非常的担心。咱有任何的生活所需，父母的一概满足。注意四种佛祖，如果你若是为人父母，必定会当感受到父母为子所牺牲的一切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咱念佛的行者，可赞
去用心体解阿弥陀佛成就六字方面的苦心。咱可赞去思维法藏菩萨发四十八愿的用心。如果咱唔捌，那对于南无阿弥陀要来深入了解；如果咱唔捌，对清凉六字果号要来真实的信心。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在十劫正觉一刹那，就已经成立五顶南无慧命之基啊！因为法藏菩萨发愿讲。正悟的佛是往众生至心信乐，欲生五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出正觉，为第五劫诽谤正法。十方的众生乃至十念的修因，法藏菩萨得以若不生者，不出正觉的誓言，绝对救度。所以十方的众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实在是法藏菩萨绝对救度所成就。法藏菩萨成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带有救度清廉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微尘功德力，叫做佛力，叫做他力，叫做本愿力。所以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开始讲。其佛本愿力无名欲往生，该是到彼国自地不退转。这首偈颂是第十八愿的成就偈。阿弥陀佛的本愿力，使无名念佛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通通拢往生西方正悟阿弥陀佛三不退转的菩萨。世尊的开示。是真理，世尊的开示是事实，世尊的开示是真相。既然世尊开示生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念佛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，得当往生成就菩萨，那么咱何必担心，何必怀疑，何必顾虑？当然不用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发愿要救度众生，是众生清廉得往生，伊要成就佛力绝对的救度众生清廉，倒等于西方佛国，伊才会成就佛道。若不生者，不出正觉，我若无法度救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就无要成佛。所以法藏菩萨要成佛的先决条件，就是要成就可以救度念佛的人回归西方佛国。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，所以已经成就有佛力可以救度念佛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所以法藏菩萨成佛，佛号叫做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字的方面就是佛力，就是本愿力，就是他力。所以佛号本愿力使得念佛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阿弥陀佛，乃至成就菩提。所以法藏菩萨为十方每一个众生修诸六道万行圆满成就啊！咱众生要如何领受六字方面？万善万行的总功德呢？南无就是归命，归顺阿弥陀佛的体命。阿弥陀佛的体命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阿弥陀佛的体命就是在六字方面绝对救度。所以，咱随顺阿弥陀佛的体命，随顺阿弥陀佛的愿力，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念遍阿弥陀佛的接引。安尼就可以往生阿弥陀的国土，因果一如，在因地叫做本愿，在果地叫做名号。对于阿弥陀而言，这因果一如；对咱众生而言，也是因果一如。在因地念佛，西方极乐世界果地，这部莲池就开出了咱莲品。
咱中国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开始的一首偈。这首偈是圣元在讲释之中经常所引用的：此界一念念佛名，西方便有一念生。但使一心尚不退，出发还教出干净。咱伫娑婆世界念一句佛名，西方叫做世界各地的开出了念佛的人念品。只要一心不退念佛，念佛的人伫念命中，西方叫做世界连带自然的现前的接应，迎接回归西方佛国。所以法藏菩萨成佛的当下，就完成了咱决定的往生。只要咱一念一归命，就以阿弥陀佛相契相应。所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是机法一体，机就是众生，法就是阿弥陀佛。众生南无一念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救度。众生南无一念阿弥陀佛万千万年的功德的回施予南无自己，所以南无一念归命，阿弥陀佛绝对救度，安尼机依法相契相应，机教相应，机法一体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归命用较白话来讲，就是咱凡夫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度，亲像例如归命父母，例如的生活一切种种琐事，完全仰靠父母之力。父母是安怎为例如付出了所有一切，照顾例如一切，因为这是天伦至性的爱心思念。阿弥陀佛是怎样的慈悲一切生死的凡夫，因为佛心就是大慈悲心。佛心者大慈悲，是以无缘住摄住众生，这是观经第九观的经文。住就是以乐彼的八苦，让众生得到涅槃妙乐，救度众生的生死大苦，拔除着众生的生死大苦，佛的心就是如此。所以，凡夫一念南无归命，阿弥陀佛绝对的救度，即机法一体在六字方面，南无阿弥陀之中，如此发起信心，叫做念佛。实在我们的往生西方叫做世界，都是阿弥陀佛在成就的。阿弥陀佛之心，以大慈悲为本故，以度愚钝众生为先故，清廉名体不离之正觉故，佛体也赋予名，名具体德故，虽是浅色冰心之人，清廉也得往生。这段话，咱若了解意思之后啊，必然内心欢喜，安心念佛。净土的教法啊，无非就是要让咱信心欢喜。净土的教法无非就是要让咱安心念佛。阿弥陀佛的心，以大慈悲为本，诸佛如来心无不如是。以度愚钝众生为先，孝敬圣元来向诸位报告过。阿弥陀佛誓愿以名号欲救度十方众生，是以什么款的众生为主呢？三道六凡的众生。三道六凡的众生是什么样的众生呢？愚钝下劣的众生，烦恼摇动的众生。观经讲未来世一切
被烦恼擦所害众生。咱也看看咱的起心动念嘛，确实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恶。起心动念无非是贪嗔痴的心念，那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当然就是念烦恼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位菩萨叫做觉明妙行菩萨，在西方刻字呢，勉励咱众生，简讲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打得念头数，一路发心哇。简讲一句话啦，多念一句佛，因为凡夫讲话，大多数拢无离开烦恼是非，讲的拢相应生死啊，相应解脱的招啊。不如呢，兼讲话多念佛，多念一句佛号，是加相应解脱的啊。多念一句佛号，是加相应往生的啊。多念一句佛号，是加相应成佛的啊。咱的念头若无念佛，就是咧念妄想啊。所以，要将咱的妄想烦恼给拍死，要如何修行呢？多念佛。当然啦，咱无论如何的念佛，都也会打妄想，但袂要紧，因为念佛成就是不断烦恼证菩提。咱现在照着这句佛号，无法度伫娑婆因地将咱的妄念呢，降伏、消灭、无妨。咱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清净无为不生灭的净土世界，无起妄念，无起烦恼，无起执着的境界，无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依净庄严的环境之下，咱的烦恼、妄想、执着，自然就降伏消灭。所以要在咱娑婆世界断烦恼证菩提真困难，要在西方极乐世界断烦恼证菩提就真容易。当然，咱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天听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讲经说法，真自然就将见思业、尘沙业、无明业复断啊。所以要成佛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吧。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正是咱解脱生死的无上妙法。当然念佛啦。清凉名体不离之正觉故，佛体也复一名，名即体得故，虽是千色平行之人，清凉也得往生。佛号六字是名体不离。名是分名，体是本体。本体是这句名号原行功德所成就的。佛体六字，有思清廉的人，起用放光普利往生西方的妙用。凡夫的名，都无这个妙用啊！凡夫的名，无功德。无道德，无威德，所以凡夫的名，无消灾免难、净福延寿的功能；凡夫的名，无往生净土、成就佛道的效力。佛的名有，因为佛的名是名体一体，名体不离，佛名具足了功德。所以佛体有无量无边的威信功德，清廉的凡夫众生，只要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契入佛体起用普利的光明之中。
简单讲，念佛的人就被阿弥陀的主光照耀。阿弥陀佛的主光是作用，阿弥陀佛的佛名是法体，体用一如，用在体当中。要如何让众生得到往生解脱的利益呢？众生只要信受清凉。讲一个世间法的譬如，予注意开当明白。现在的电视啊，有真济台，除了台视、中视、华视、民视的有线电视以外，还有真济台无线电视。咱若想要看台视新闻报道，只要将电视的这个频道转去台视的迄个频道，自然地当看到台视的新闻报道，了知天下事。咱若想要看中视的综艺节目，从频道转到中视的，自然地看到中视的综艺节目。你若转到台视的频道，就看到台视的画面。转到中视的频道，就看到中视的画面。电视的频道，无论是有线的电视、无线的电视，拢透过了电视机的荧幕，影现伫观众的目睭前。阿弥陀佛频道就是六字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所以咱众生若将心念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的频道，就参阿弥陀佛感通，叫做相应。咱若念佛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咱的频道就转到阿弥陀佛家来，自然就以阿弥陀佛感应得到。当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因为佛名之中有法体起用光明普照，使得念佛的人现前得到消灾免难、净福延寿的利益，当来得到往生西方毕竟成佛的利益。阿弥陀佛的佛光普照什么人呢？念佛的众生。在《观经》第九观、真心观，世尊开始，无量寿佛有84000相，以上中复有84000好，以好中复有84000光明，以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暇。念佛的众生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，摄取不暇，哪会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当然会往生啊！现在大师也开始一首偈颂：弥陀身色如金山，上好光明照十方，唯有念佛蒙光摄，当知本愿最为强。阿弥陀佛的身上光明如金山，就是须弥山，上好光明照十方啊！照十方什么样的众生呢？念佛的众生，唯有念佛蒙光摄，念佛的众生蒙受阿弥陀佛的光明普照。为什么念佛的众生可以蒙受阿弥陀的光明普照呢？因为阿弥陀发愿故。阿弥陀发愿，十方的众生称念我的名号，我就加以救度。十方的众生乃至杂念就不生者，不出正觉。十方的众生念佛，阿弥陀要如何救度伊？奉光普照。将来咱的命中，亲眼目睹着阿弥陀佛的真身妙相，奉光普照，咱一定是正念分明的。
一定是心不颠倒的，一定是意不贪乱，一定是往生西方。众人将来临命中，咱的身心受到病苦的折磨，也因为阿弥陀的现前，摆渡着咱的苦难。众人咱临命中，愿亲济主现前，也因为阿弥陀的威神加持，摆渡愿亲济主的救济。众人咱临命中，无人助念，也因为阿弥陀佛现前，使咱有了正念。阿弥陀佛，以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乃至清净大海众菩萨现前啊，咱敢也有需要去靠人有助念？敢也有需要靠他人助念？敢也有需要靠家亲眷属助念？有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的助念，敢无够？你看到阿弥陀佛，自然有阿弥陀佛的正念嘛？看到观世音菩萨，自然有观世音菩萨的正念嘛？看到大势至菩萨，自然有大势至菩萨的正念嘛？看到阿弥陀佛，你的心中的印现阿弥陀佛的佛像啊！看到观世音菩萨，你的心中的印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啊！看到大势至菩萨，你的心中的印现大势至菩萨的圣像啊！你的心念是正念，哪会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所以我们的往生是佛菩萨的成就我们。那阿弥陀佛对我们众生在临命中现前接引，是因为我们在临命中一定有正念，才感召佛菩萨现前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平生的正念，我们平生的念佛。第十九愿叫做临终接引愿，法藏菩萨发愿说，圣号的佛，十方众生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自心发愿，欲生我国。临寿终时，家令不以大众为了，献给人前者，不出正觉。十方的众生，只要修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欲生西方佛国，在临终之时，便可以蒙受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前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咱念佛的正业行者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菩提，救度众生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就是欲生彼国，信愿行往生的三诸念。圆满具足，有信、有愿、有行，哪里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当然往生啊！所以清廉名体不离之正觉故，佛体也赋予名，名具体得故，虽是浅色冰心之人，清廉也得往生。虽然对阿弥陀佛的认识无够，真浅。虽然对六理方面的了解无深真浅，虽然对阿弥陀的救度信仰无够真浅，但是只要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离念佛愿行具足啊，当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咱了解阿弥陀是这么慈悲不弃的救度，内心当然的，愈来愈欢喜，愈来愈信心，愈欢喜就愈想要念佛，愈有信心就愈爱念佛，愈了解阿弥陀佛的悲心愿力，会愈精进念佛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圣愿经常在咧，比如愈体会父母的爱心的囡仔，愈会孝顺父母啊，愈会听父母的话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下面，连下根之凡夫，不断平行也不可得，文解其理是：
奉主发起信心，下紧的凡夫哦，想要对阿弥陀升起真实的信心嘛，也不容易。所以听闻六字方面的道理啊，才会发起信心嘛。如此清明，这是定佛力之体现；如济尊，这是定尊力呀。念佛的靠着佛力，就是譬如济尊靠着尊力啊。圣愿因为有两回坐船甲金门做兵的体会，伫咱台湾高雄咧坐军舰甲金门，伫台湾海峡这段航程啊，坐军舰只不过是二十外点钟的时间而已，但是若无靠尽力啊，靠自力啊，要伫高雄啊，用游泳啊，通过了台湾海峡，到达金门，也真无容易啊。靠自力啊，袂用游泳的人，伊都无法度顺利对高雄甲金门啊。而且讲虽然会用游泳，但是体力无够。有可能游一点钟、两点钟，就真累嘛，就沉死伫台湾海峡啊。所以靠自力啊，就无运动；靠船力啊，就千运万动。这台船可以将任何一个有体力、无体力的人，同样拢伫金门、伫高雄。在运甲金门，这台船的船力，对无论会用游泳、袂用游泳的人，拢可以将伊对高雄在运甲金门。台湾海峡，就譬如你我无数劫以来生死大海，金门譬如呢西方佛国，高雄呢譬如。娑婆世界，用安尼譬如，注意四种佛祖，你就真容易明白。咱要伫娑婆世界，通过生死大海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爱靠自己的力量呢，也就是靠阿弥陀的力量。当然靠阿弥陀的力量啊，阿弥陀佛的本愿尊，就是六字方便。那咱要如何？定上阿弥陀佛的本愿尊呢，念佛就是定上阿弥陀佛的本愿尊。阿弥陀佛本愿尊开到我的面头前，我只要定上，就可以安稳的尊上，渡过呢生死大海，到达涅槃的彼岸西方佛国。所以这尊就是靠尊力，念佛就靠尊力。这个道理真容易信受，也真容易明白。广经说了说，我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，无不改成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正常言。现在大师在广经说了说这段开始，咱经常的引用善恶凡夫、恶业凡夫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是养成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。为往生的正常言，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常言，就在南无阿弥陀六字方面的大愿业力。大愿就是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，大业就是阿弥陀佛所修的六道万行，大力就是愿行功德圆满所成就的六字方面。所以六字方面是大力有真大的威信功德的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咱凡夫一面念佛，一面打妄想，阿弥陀佛，佛光照耀，照常有能力将咱救到西方佛国，不断烦恼证菩提，这个力量就真大，大到连三途的众生想要往生西方，阿弥陀都有法度救伊往生成佛。
佛号的威信功德力不可思议啊！善恶凡夫皆成佛力得生，人如何生呢？以心立言，发信心，将行立论，言清明。重要的就是咱众生要安怎成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？对心来讲，就是信心；对行来讲，就是清明。心是意业，行是口业。对信业来讲，就是礼拜；对口业来讲，就是清念；对心来讲，就是信修。信口是三业，在六力方面，南无阿弥陀佛之中，以阿弥陀佛三轮信口意相克相应。你他力清明，即立信以行，更能体现净宗圆行之特点。他力的清明，即是将信立伫个行之中，毋是讲有念佛无信心，毋是念佛就是将信心包括在内，立信以行。当然，无信的人伫咧念佛。都不是立信以行，所以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，内心有信受阿弥陀的本愿，若有就是立信以行。那真正立信以行的正业行者，就是体现净土宗圆行的特点。故观经师帖所说，万佛本愿，以在众生一向专称阿弥陀佛名，佛的本愿就是希望众生呢一向专称阿弥陀佛名，一向的心只有向一位，向阿弥陀佛的本愿救度。如果一群阿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群阿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一群阿念南无地藏王菩萨，一群阿念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一群阿念南无有诸佛，一群阿念南无十方诸佛，一群阿念大悲咒，一群阿念十小咒，一群阿上地藏经，一群阿上金刚经，一群阿上药师经，安尼心都毋是一向，因为对往生的修行，毋是专一依靠在六力果和南无阿弥陀之上。佛的本愿是希望咱众生一向专称阿弥陀佛名，心向一位，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绝对救度而称念，安尼就是专心来向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，就叫做十。十就是多的意思。所以万佛本愿已在众生一向专称阿弥陀佛名。善导大师将阿弥陀佛的本愿用几句话点出，予咱众生知影，佛的心意是希望咱众生一向专称阿弥陀佛名。是指信本愿称佛名，这是成佛力，免啊成阿弥陀佛的愿力。信本愿称佛名。此即他力念佛，不论是何之机功，为人口称他力的念佛啊，是无咧论自己念佛的功夫啊。自己念佛有啥物功夫啊？有功夫的人是真少啊。有功夫将自己的烦恼念掉吗？有功夫将自己的梦想付诸吗？有功夫将自己执着断除吗？见思惑、定沙惑、无明惑，什么人有法度透过念佛的功夫将烦恼断除呢？有这种功夫本事的人，是了不起的祖师大德啊！你我拢无这种本事啊，何况法藏菩萨？嘛无讲爱记着咧有即种诶念佛本事，才要救度无啊？下面
有人以为我伫咧念佛，我起非自力，这是真济人初听阿弥陀佛本愿他力的教法，真接起的疑心。我咧念佛，我毋是自力吗？若无我念佛，嘛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安尼讲起来道理嘛，毋是毋对，但是不通人情。人啦，赠送咱礼物，咱是要感谢对方的心意，也感谢咱接受的双手啊。当然是感谢对方的心意啊，感谢对方的心意，就是他力啊。感谢自己接受的双手，就是自力啊。安尼是讲袂通啊。认为讲我伫咧念佛，我就是自力，这就是未明自力他力的深意。以地未歇终止，如济尊专定尊力低达目的地，不可言是我咧济方能低达而说为自力啊。为啥安尼讲呢？啦，就是因为我咧济，所以我才会伫尊顶，才会低达目的地。安尼讲不通人情，是因为尊力才使你低达目的地啊。所以抵达目的地的事实，就是因为尊运在力量啊。所以往生西方叫做世界事实，是因为阿弥陀愿力绝对的救度啊。这是同样的道理啊。他力念佛也复如是，名号本身具有本愿力，清明方可得生也。就名号无佛力，清明岂能得生？这段话讲了真好。因为名号本身有救度清廉的人往生西方的本愿功德力，所以清明才会往生啊。那名号无佛绝对救度的本愿力，你安怎念佛都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请问六千机名能往生吗？如船无启动，坐船岂能过海？临你坐驾。海枯石烂，必然寸步迷离。名号若无分力，任你清智啊，口干舌燥，也徒劳无功啊。名号就是有分力救度，所以你念佛才会往生啊。名号若无分力的救度，你念甲嘴大喉阔，嘛是徒劳无功啊。你坐起咧船顶。这台船若无开行启动，你安怎坐伫船顶都袂当过海？阿弥陀的本愿船，就是有救度念佛的人，渡过生死大海，抵达西方目的地，为成功德效果，所以念佛的人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此信愿呢，经常开始讲，不是念念之心使念佛的人往生，是所念之分毫使念佛的人往生，不是念念之人的念佛功夫使念佛的人往生啦，是所念的分毫，南无阿弥陀使念佛的人往生啊。这道理啊，咱明白修学净土法门呢。自然袂产生盲点。下面，即因弥陀方式中啊，地处凡夫念即心，六言清明为助力者，此乃背佛大恩，为佛本愿，也不敌名号之真实义，故供于佛不可思议愿能功德所成就之名号中，妄加自心之造作。使本为他力之念佛，而落入自力之念佛啊！那讲念佛的自力哦，这实在是不相应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。因为这句分号是阿弥陀佛愿行功德所成就，不是你我凡夫的功德所成就的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。在名号的愿行功德之中，咱凡夫用自心来
自作往生的功德，那岂不是是本来他那个念佛的努力助力的念佛吗？虽然无论你用助力心念佛、他力心念佛、阿弥陀拢同样救度，但是助力计量之心是以阿弥陀的名号不相应、不相克。所以《圣严经》上在讲，吃素食的人念佛，参吃草的人念佛，同样会当蒙受阿弥陀的救度。但吃素食的人念佛，以阿弥陀佛佛心相应；吃草的人念佛，以阿弥陀佛的佛心不相应。虽然破戒人念佛，以持戒人念佛，拢同样会当蒙受阿弥陀的救度，但是破戒人念佛，以阿弥陀的佛心不相应；持戒人念佛，以阿弥陀的佛心相应。其他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一一来做说明，所以本愿的行者，毕竟观念要真正确。阿弥陀的本愿是大乘至极真实无上之妙法，不像阿弥陀的本愿的误解。真侪人就因为无要亲自体会到阿弥陀的本愿道理啊，往往听到阿弥陀佛绝对救度的道理啊，误会，甚至啊受了偏差，也真可惜。下面引用《大觉经》经文，《大觉经》言：佛法众生一个人修行，未有一人得者，出现自力之无功也。其实这段经文并不是《大觉经》的原文，是出于自文。佛法的众生，千千万万的人修行啊，无一个有法度得到啊！什么人有法度从见思量习断智而跳脱三界苦海啊？真难啊！这就是自力的无能。有言：唯以念佛得到生死，成知念佛乃定他力了生死啊！唯有依靠念佛法门，可以得到生死，这就是显示他力绝对救度的温度。世尊的开示，确实是真值得咱众生信受奉行。但论大师以往生论著，劝勉五人言：今之学者，闻他力可行，动生信心，不住觉分也。正觉行人，能不尊行乎？往生论著，谈论大师这番宽勉的话，确实是非常的慈悲。咱现在修学分法的行者，听到有阿弥陀的他力可以依靠，应该要生出信心，依靠分力啊，唔通呢局限伫个自我修行本分，唔通呢，干那讲要靠家己的力量。无要靠佛的力量，实在靠家己的力量是无稳当。靠佛的力量就稳当，佛的力量就是伫六力方面之中。如何靠？就是清念，在心叫做信心，在行叫做清念。咱了解到南无阿弥陀佛他力的道理啊，当然呢，依靠方言便可以安心念佛。自力的念佛以他力的念佛，随自己个人的意乐而选取，你来认为讲自力念佛可以安心，你就自力念佛吧；你来认为他力念佛可以安心，你就他力念佛吧。总是只要念佛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绝对在你我临终现前接应。时间的关系，今仔日咱就讲到这，就注意四种佛祖同生成就。念佛成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Om Mani Deva Se, Om Mani Deva Se, Om Mani Deva Se.